漂泊在污染和改奥义的时装同时上线，我们这次用穿了时装的效果打一下实战，然后再补充一下之前对比视频里面没有提到的几个点。第一个就是穿了时装的奥义抓取生效时间要比原皮略微提前了一些。第二个就是时装用怒密卷跟常规忍者一样是23秒，而原皮用怒密卷就是30秒，可能是原皮用密卷有 bug 导致时装效果改成了跟常规忍者一样。第三个就是穿了时装以后奥义图也改了，之前视频里面没有提到。关于时装的购买优先级，我的看法是不建议买，没有太大的必要。忍者本身在点圈 A 人里面强度也不算出色，属于能用但不算主流，不过这个忍者的手感和打击感还是可以的，也是索瓦现在做的比较不错的一个忍者，所以我的建议是看强度等其他忍者，觉得这个忍者手感和特效不错可以考虑。地獄から戻ってきたぜ。こんなところじゃ。